无法拿置入产品，六月惨遭节目除名。欢迎收看二分之一强，欢迎来到女人的殿堂。呜，要跟这个画面 say goodbye 了。六月和梁鹤群主持二分之一强两年，日前他因待产暂离节目，由小娟代班主持，没想到主持棒一交就回不来了。6月29日在脸书自曝即将离开该节目，主因是他有代言在身，无法帮忙拿节目置入的商品，电视台决定让6月休息更换女主持人。他坦言得知消息相当错愕，但仍尊重电视台的决定，并对老搭档梁鹤群和众型男喊话，欢迎你们一样常常到我家聚会。对此东森电视表示，节目目前先由小珍接手主持，娱乐动新闻帅型男们都还在哦。报道。